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了，你有耐心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正式开始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之后，安妮剪刀石头布。布，你可以慢一点点，你可以慢一点点，不要紧张，我会喊慢一点，你等到我喊第二个布，你再出拳。大家都觉得你实在太有魅力了，上来之后都已经失去那个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来，等到我喊第二个布，你再出。那你可以想久一点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啊，不能出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最后再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妮，你帮他喊话一下，他好紧张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感觉是一个很强敌的感觉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对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，一次就赢了。来来来，我们也让安妮可以送了这个礼物给我们这位美女。好，来，哇，还可以抱一下，支持安妮很久了吗？很喜欢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女生朋友要上来玩的？好，来，这位朋友，你可以刚才上来。来，好，而且他等很久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安妮？很喜欢他，而且他本人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哈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耶！我们给他一个掌声。好，这样的时间应该够大家思考一下。来来来，上来玩游戏就可以获得一个安妮抱抱，而且下面还有摄影机。还有没有哪位女生朋友要上来跟安妮互动的？来来来，这边大家不要害羞。就可以来跟安妮玩，好不好？进来里面，让我们选。好，来，会不会紧张？会，有没有觉得这个游戏很难？我知道啊，你为什么要紧张？这么熟了，这样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这可以慢慢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耶！掌声给他，恭喜你！好，你可以抱一下安妮的抱抱。我们还有剩下最后这一个朋友之外还有两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哇，反应好快哦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，来来来，我们也恭喜，可以获得一个安妮的抱抱，哇 ，so sweet， 哎，这边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镜头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还有没有哪一位女生朋友？我们先让这个美女先上台。好，来，等很久会不会 OK 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慢一点哦。来，慢慢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恭喜，我们可以给她一个掌声。谢谢。来，获得我们安妮的这个亲手把礼物送给你，还可以获得一个安妮的抱抱哦。安妮真的超可爱的，而且她真的超爱大家，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她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礼物吗？好，你知道怎么玩吗？不知道，那我们就玩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他直接赢你一次，哎，好厉害，超爱妹妹的。对不对？可以。来来来，你要抱抱吗？你要宝宝？要不要一个抱抱？你要不要？要不要抱抱？抱抱安妮，安妮姐姐，安妮姐姐有没有漂亮？有，对不对？她好害羞哦。你要她 kiss 你一下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哎，这个机会好难得。还是姐姐亲，姐姐亲也可以。没有人生气哦。
姐。好，妹妹一直觉得你很漂亮，一直看你。啊，我们给她一个掌声。还有两个是不是？好，还有两个，有没有？最后两个朋友，来，欢迎可以到台上来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你要玩吗？你要跟我玩吗？你给我来。好，他想要玩，可是又会害羞。还要拖着妈妈上来，这样以后长大交女朋友怎么办？然后后面两个，好 ，Are you ready？ 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哈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耶！一次就成功，太厉害了，大家都很会玩哎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好，哪边有拍照？这边吗？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也谢谢，恭喜你。好，弟弟来。好，来，最后这位弟弟会玩吗？还是你要玩剪刀石头布？你要玩剪刀石头布吗？要吗？要玩剪刀石头布吗？会玩哈。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准备好了吗？会紧张吗？会不会紧张？会，我会。有没有觉得安妮姐姐很漂亮？有，对不对？而且她一直看你，她都讲不出话来。啊，那个姐姐比较漂亮，那个姐姐还是那个姐姐？哪一个？还是这一个姐姐？那一个姐姐比较漂亮。你问倒她了，哪一个？你选一个指她。三个选一个。三个选一个。选哪一个？如果以后要让你当女朋友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全部都一样。弟弟好聪明哦。好，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他玩的是我们的反逻辑拳，所以这样也是成功。对，哇，这真是一个反，而且他就四步一步就跨步，都他马上就出轨。你几岁？几岁？弟弟几岁？十岁。四岁，这么聪明哦，厉害，好，来，恭喜这个弟弟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礼物。我可以抱你吗？你要抱抱吗？要不要跟安妮姐姐抱一个？你说三个都漂亮啊，所以赶快不要害羞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不要，这样吗？好，哎，他想要跟你合照啦。安妮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来看一下这个镜头，来，一，小心哦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吗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弟弟妹妹姐姐吃豆腐了，大家都很羡慕这个。我好爱小孩了，真的。谢谢，哇，这好礼物我们都送完了，好，送完了，所以谢谢你们今天来找我，谢谢你们来今天跟我玩，然后欢迎大家去花哥的专柜看一下他们有新的内衣，很漂亮。我今天也有环节，我今天早一点来了，对，就有环节，哇，请你们过来看看哦，对，有没有人想要跟安妮拍照的？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赶快去华哥